须莫问，莫问出身。莫问出身，顶天立地男子汉。花开花落叫佳人，说尽了悲欢多少情。英雄自古自古无完人，无完人。父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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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父皇开恩，放了欧阳伦吧。彪儿，有啥事起来说话啊？儿臣刚刚从公主府上回来，大妹妹水米不进，已经绝食两天了。这个丫头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欧阳伦的事了？欧阳伦两天没回府，她一打听就知道了。彪儿，欧阳伦不成器，徇私枉法，咱不可宽容。父皇，家仆犯罪一律惩治家仆就是了，不至于流放驸马呀。那主子不指使，那些个奴才敢那么放肆吗？再说了，盐铁茶马都是由朝廷专营的，欧阳伦竟敢纵容家奴走私牟利，咱一定要重办。父皇，大妹妹才三岁的时候贤妃就去世了，父皇和母后一直都很疼她，儿臣只希望父皇能够看在大妹妹的份上，一律查办欧阳伦，不要将他流放。你呀，心太软了。大丫头跟你这儿一哭，你就来向他求情了。您答应了。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咱答应你啊。谢父皇，儿臣这就吩咐内务府叫他们开释欧阳伦。谁说的？咱没说放人呢，咱只答应你一律查办。母后，大妹妹，大妹妹已经绝食三天了，水米不进呢。她性子又倔，说驸马要是不回府的话，她就不活了。还有，周宝犯事，该关该杀的都是周宝的事儿，欧阳伦并不知情啊。就算是牵涉到他，一律最多是罚俸惩戒，可是父皇偏偏要将他流放戍边，这不符合大明律呀。哎，你爹呀就是这个样子，他那脾气一上来六亲不认的。他虽然钦定了一本大明律，可他自己却不当回事儿。因为皇上说的话每一句都已经是律法了。哎，母后，大妹妹才三岁的时候她的生母就去世，是您一手把她带大，这事儿您要是不说句话，欧阳伦只怕性命难保。边关万里，很少有流犯能够活着回来呀。彪儿，你不该去向皇上求情，你应该直接和我说。现在他已经把事情定了，你还让我怎么开口啊？父皇听您的，刘伯温归乡的事儿父皇也是不准，最终还不是依您了吗？依是依了，可他心里气得很，老不乐意呢。可是大妹妹她水米不进呢。朱家的人都是这倔脾气。这样吧，你去找找李善长，就说我说的，让他一律查办。哎呀，母后，您也这么说，父皇也是说的这句话，可是没用啊。你觉得没用，可对李善长他们有用。关键是看怎么个用法。儿臣这就去。啊，谢母后。
啊，刘儿，父皇，今天的折子不少啊。怎么说？ 欧阳伦是被人冤枉的了，禀父皇，刑部已将此案有关人员全部拿赴京城，一层层查下去，最终查明，周宝得到欧阳伦恩准后，到甘肃省津，到家后发现所带银两不足所需，就用所带的茶叶换取银两，一共也只有5斤细茶，换取文银10两。巡检吏知道后，就趁机敲诈。 要周宝拿出50两银子私了，周宝不服，就与其争吵起来，及至相互厮打起来，遂至击出人命。所有人的案供都在这儿。儿臣以为周宝犯法，并失手杀人，一律当斩。欧阳伦虽然不知此事，但家仆犯罪，主子也有御下不严之罪，一律当裁决爵位俸禄。 请父皇圣断。好，就这么办吧。那就让刑部先放欧阳龙回家。儿臣遵旨。禀皇上，刘伯温回来，刚刚进宫。啊？ 伯温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咱可没招你回京啊！皇上是没招丞相，是臣自个儿回来的。咱事先可都说好了，啊，落叶归根，回家自养，生死由天。你回来干嘛？臣在青天孤苦伶仃，寝食不安，再也待不下去了。难道？ 咱给你的那些东西不够用。不，皇上的恩赏比刀剑还锋利。臣在家中归养，比服刑还难受。哎呀，咱只想让你舒服，不想让你难过。再说了，咱们啊，不光有恩典，还有的是耐心。咱原本想等上你3年5载的。嗯。 臣刘伯温，叩谢皇恩。皇上，臣在青天整整愚昧了9日，实在是愧对皇上。后来臣想明白了，臣离不开朝廷，离不开皇上，臣还是回来的好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起来吧，啊，伯温。 不管呐，你说的这是真心话还是委屈，只要你回来，咱都高兴。哎，待会见了皇后，你想咋说呀？臣见了皇后娘娘，一定把实情禀报皇后娘娘。伯温在青天孤苦伶仃，不胜寂寞，实在待不下去了，最后只能是自食其言回来了。 请皇后娘娘恕罪。委屈你了，就这么说吧，啊。皇上，啊，
这是臣亲手采制的苦丁茶，略表臣敬畏之心，请皇上赏受。哦，苦丁茶，嘿嘿，这东西好啊，这茶中苦中带甘，回味无穷，就像人的心情一样，你说对不对啊？皇上圣明。嗯，二虎，在，马上泡上。博文，咱到花园里喝苦丁茶去。啊，走。博文呐，你说你离不开朝廷，按咱说呀，朝廷也离不开你呀。你要知道，你走之后，有多少人在暗中高兴啊？他们觉得，终于拔掉了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朝廷就是他们的了。看来，陈长理督察院事，得罪了不少陈功啊。得罪人的差事，总要有人去做的，要不然，朝廷还叫什么朝廷啊？早晚成为安乐窝。博文呐，你仍然接管督察院左使，加升太师、太保、成一侯。谢皇上。淮西勋贵这个词儿是你发明的吧？不是，但臣知道，淮西勋贵这个词儿一出来，定会不胫而走，遍地流传，既惹人烦恼，又遭人痛恨。咱高兴得很，凡是让勋贵们不安的事，咱都很高兴。博文呐，你要严刑执法，好好的治一治那些勋贵们。皇上，臣如果严刑执法，定会有人攻坚陈氏，浙东党。朝廷没有浙东党，更没有什么淮西党，只有王道，只有君为臣纲。皇上这话说得好啊，臣醍醐灌顶，如闻天籁啊。这么好听的话，你猜猜是谁说的？不是皇上您刚才亲口说的吗？是你刘伯温说的。洪武六年7月13日，你给你的门生的信稿中说的。哦，对了，咱很对不起你啊，得跟你道个歉。你走后进军侍卫，搜查了贵府。臣敢问皇上，搜出什么罪证了吗？没有，只查出了你刘伯温的高风亮节，还有一点高瞻远瞩。你把遗嘱都立好了，后来又给烧了。臣焚烧遗嘱，是为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好啊，好，等哪天咱立遗嘱的时候，咱一定把你叫到咱的病榻边上，让你替咱执笔，好让他传之后世。皇上，这茶苦啊，苦中又苦，苦尽甘来，咱这年龄喝它挺合适的。皇上，臣体弱多病，臣只有一个愿望，等臣死后，请皇上恩准臣叶落归根，葬入青田祖茔。朕到那天，咱让太子扶灵，宋先生荣归故里。谢皇上。过一会儿叫人拿一份案宗，让你看一看，你帮咱复查一下。臣敢问皇上，此案牵扯何人呢？皇亲国戚，驸马都尉欧阳伦。臣
敢再问一声皇上，为何要复查？刑部把这件事情做得太干净了，干净的让咱怀疑啊。娘娘，这是臣亲手采制的茶叶，请娘娘匣中品尝。伯温呐，我没想到你还会烘制茶叶，坐。娘娘，臣只是偶尔为之，清心解闷罢了。臣在制茶过程中，只觉得清香满室，熏然欲醉呀。成了，你别醉了。我好不容易把你送回青田了，可又让皇上给你逼回来了。臣谢娘娘赏桂之恩，但是臣也反复想过，这事儿只能怨臣自个儿。为何这么说呀？臣有驱降避祸之心啊，本想远离朝廷，逍遥世外，但皇上屡屡恩赏，让臣再次品尝到一盅苦丁茶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恩能杀人，威也能杀人。像臣这样的人，待在皇上眼睛能看到的地方，恐怕才是最太平的地方。这话算是说到家了。这两天我读了一本闲书，上面有句话蛮有意思，叫做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朝。闲书不闲啊，人世间多少辛酸辣都在一个闲字当中。伯温，你是不是要回到朝廷上来归隐呢？想，但臣命苦，想而不得。无论在朝在野，臣只怕无处可隐。皇上已经下旨了，令臣仍然接掌督察院，而且立马塞给了臣一个烫手的案卷。让我猜猜看，是不是驸马都尉欧阳伦的案子？娘娘，您怎么知道的？臣可是什么都没说呀。你别紧张，你是什么也没说，是我瞎猜的。看来臣还是回来早了，要是能再在青田多赖几日，那该多好啊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，能臣吗？走到哪儿都得踩在是非窝里。谢娘娘夸奖。娘娘，臣该告辞了。伯温呐，你有女儿吗？没有，臣只有二子，长子刘连。可惜呀，女儿是最亲父母的。长公主虽然是贤妃所生，可她从小就死了娘。从小到大是我把她带大的，她待我比亲娘还亲呢。臣明白了。相国，我去曲谷撤去。老李啊，你的棋力可是大有长进呢。去吧，麻烦你了。李荣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刘伯温回来了，重新执掌督察院。这我已经知道了。人家走的时候，你也没去送送，这可有点失礼啊。现在人家回来了，
是否该摆个宴席，给人家接风洗尘呢？啊，属下当然愿意，就怕刘伯温不赏脸呐。赏不赏脸是他的事儿，有时候请人家吃饭，并不一定指望人家来，只是给人家一个拒绝的机会嘛。相国说得对，你看看这棋，谁好一些啊？白棋占优，但黑棋也有机会。朝臣当中，唯独刘伯温的棋力与老夫堪称伯仲。过两日，我让他见识见识我这套新布局。相国，有个事儿，皇上把欧阳伦的案件交给刘伯温了。此案不是已经了结了吗？欧阳伦也回来了呀。皇上让刘伯温复审。瞧你们把这事办的，让皇上起疑心了。待会儿我再去刑部安排一下。我看不必了，刘伯温已经回来了，现在什么都不要做，静观其变。此案所有证人属下全部审过了，以刑部的结论大体上一致。甘肃府衙600里快马呈报，相关证物经属下查证，与案件所供件件都对得上。看来欧阳伦案并没有新的疑点，那么我们结案吧。遵命。皇上说的对呀，这案子做得太干净了。皇上的直觉之敏锐，精神呢？欧阳伦这案子里头肯定有名堂。刑部已经查过，督察院复查也并无新的发现，您还想追究什么呢？刑部嘛，归中书省掌控，为李相、胡相一直侍从，所以父亲您徒劳无益，查不出来的。也是啊，皇后也是这个意思。长公主3岁就死了娘，是由皇后带大的。唉，弄不好我会把皇后也得罪了。父亲，皇后娘娘待咱们可是恩重如山呢。相信这个结论吗？臣不相信，但臣无能。督察院查了半个月了，也查不出疑点，所以不相信也得相信。慢着，先说说你为什么不相信。这只是臣的直觉。臣归阳清田的第二天，也碰到了一件勋贵家仆伤人的事儿，比这更厉害。被打的是朝廷命官清田知县史正文，打他的则是蓝玉的义子蓝宝玉。那位史大人被打断了一条胳膊，还无处伸冤，只有跪在臣的脚边求臣为他做主。请皇上想想，一个堂堂的知县在自己的地面被自己的属民打成了断胳膊，还无处伸冤。勋贵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？史正文的事情先搁下，令你继续追查欧阳伦，务必查出真相。皇上，容臣说句掉脑袋的话，这个事情就不要查了，
因为如此调查等于是自己查自己。如果真查出个连皇上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，那不是更难办吗？什么事啊？说。臣记着小时候去捉蛐蛐，那蛐蛐掉到了洞里，臣就伸手掏啊掏，结果掏出了一条银环蛇，咬在了臣的胳膊上，臣差点就死了。由此，臣也总结了一条教训：不知洞里有什么，就根本不要去掏。同样的道理，不知道查出什么样的事情，就根本不要去查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是不想跟中书省作对是吧？皇上圣鉴，你知道咱最痛恨的是什么吗？做皇上的最痛恨的就是臣下欺君，最痛恨的就是被人蒙在鼓里。那样的话，谁是皇上啊？臣明白。刘伯温，你就拼尽全力去查吧，无论查到什么事情，咱都支持你。但是如果你参与遮掩、敷衍了事的话，那等着你的就不是什么银环蛇了，是咱，是咱的天子剑。臣领旨，但臣要求离京密查，第一站就是甘肃府。准。臣还请求调一批干员随臣出行。朝廷上下京城内外，你看上谁就准你调谁。臣看上了皇上的锦衣卫。你怎么知道这些人的？臣已经领教过他们的厉害了，他们确实是一批得力的鹰犬，有了他们，臣定能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。二胡，皇上，把锦衣卫所有的名单向刘伯温公开，他看上谁，任他调遣。这，带他去。是。燕王府都安插了你们的人。是。燕王知道吗？燕王不知道，两位锦衣卫相互之间也不知道。如果燕王察觉了呢？一旦被发现，他们立刻会饮醉自尽。Thank you.
连我府上的小六子都成你们的人了。是，难怪我在青天的事儿，你们什么都知道。这小六子可是跟了我10多年呢。青柳大人，见谅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！这些几位真是太厉害。 晚辈李靖拜见刘大人。李靖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奉旨迎接大人返京。奉旨？怎么说，你调回朝廷来了？是，半年前，皇上下旨，令臣担任文华殿侍讲。 那就是皇上的近臣了。看来这半年朝廷变化不小啊。皇上惦记刘大人，吩咐让刘伯温悄悄的回来。明白。刘公，半年不见，您老多了，腿脚不行了。如今我是。 日薄西山，过一天少一天了。宫里又添了侍卫了。是。皇上好吗？好。皇后好吗？好。 那有什么不好的吗？都好。伯文呐，辛苦你了。你看上去老多了。李靖看见臣，也是这么说的。咱记得你今年。 才53吧，陈命苦，老得快。禀皇上，臣此次出行耗时6个半月，巡查了4省8府29县。欧阳伦一案，出见。 欧阳伦一案，臣已经查清楚了，都在奏章里面，请皇上御览。朕从来没看过这么厚的奏章啊！啊，
这个等咱以后慢慢的看，你先剪，要剪的说。皇上，驸马都尉欧阳伦违反朝廷查马禁令，利用职权指使家仆私贩茶、盐至甘陕边境，再从边外买回马、羊贩至内地。仅这一次，他们一进一出就赚取白银296万两。甘肃巡检司隶署发现后，家仆周宝将其杀人灭口。与此案有关的证词供物都在奏章里载明了。欧阳伦这个混账，胆大包天呐，咱非砍了他不可。事已到此，本可以结案了，但臣心存疑惑，为何区区一个家仆竟能带着一支庞大的商旅通过关隘畅行无阻？难道我们的城管、哨卡、军所都形同虚设吗？于是臣沿着周宝贩运之路继续追查下去，结果发现周宝只是一个线头，在他的身后遍布着南北八省19府的网络，从京城6部到边关哨所都有人参与其中啊，助其走私，分享赃银。皇上，涉嫌3品以上大臣5人，7品以上文武大臣28人，总共朝廷命官33人，但臣估计涉嫌者恐怕不止这些，但臣细寻究，禀皇上，全部都是淮西寻究，其中包括皇上的义子、一侄、一孙，10多位。皇上，皇上，臣给皇上添麻烦了。咱已经夺了他们的免死铁券，他们怎么还会如此放肆呢？皇上啊，剥夺免死铁券确实是个震撼，他们已经收敛多了，但人有咸鱼，物有良友，不可能事事谨慎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在京畿附近安分守己，一旦回到了外省任所，他们就以为皇上看不见了。都让咱个个盯着啊，朝廷上下有律法，头上3尺有青天呐，他们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皇上啊，再严厉的律法也得靠人来执法呀，如果执法者宽纵，守法者自然宽恕。再说了，一大堆银子搁在边上，眼睛也得花了。这人心是软的，银子是硬的。咱心里也很明白，咱太了解那些义子义侄们了，他们哪一个不是出生入死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做起坏事来一样胆大包天。朝廷的俸禄，他们哪儿盖得起那些豪宅大院呢？啊，哪儿娶得了那些3妻4妾呀？凡是有这些东西的人，一定有不义之财。皇上圣鉴。啊，你刚才提到说什么义孙，咱没收过什么义孙呢。皇上的义子再任义子，那不就是义孙吗？据臣所知，洪都侯蓝玉年方35岁，可是拜在他门下的义子就有1000多人，其中属下
百户以上的将士，个个醒来，混账！皇上息怒，臣斗胆以为，皇上是靠义子、义侄、义兄、义弟夺取的天下，将帅们自然会效仿。再说，义子为副帅打仗，往往最为勇猛。比如说蓝玉吧，他统兵数关，他所镇守的九处城关，在北京中堪称最安稳、最强大的。只要蓝玉出兵，境外蛮旗们无不望风而逃。诸国大臣中，最高涉及到谁？李相之弟，甘肃参政李善信。汤帅外甥，紫金关守将吴少明。另外，徐帅的旧部也有几人。不问呐、啊。你觉得这事儿该如何处理呀、啊？臣只负责查案子，没想其他。可能吗？在回京的路上，都在车上打瞌睡。皇上，臣只想该如何向皇上呈报案子，确实没想其他。刘伯温，你带回来个这么大个事儿，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躲得开吗？嗯？该如何处置，只能由皇上钦定，臣下不得善言。你的这根拐棍就是天子剑，这回你就是皇上。皇上，你一点一碎。
明天就可以用我的人头去抚慰一些功勋旧部。干杯！